现在是怎样？现在一群人这样子突然间万头钻洞，全部往里面塞，吓死了！万头钻洞，好恐怖哦！哎，你拿好哦！来，抓紧我，抓紧我！等下被那个人潮淹没了，马上所有人都涌上来，吓死了！准备好你的票，拿好。哇，我看这个上车也要知道花蛮多时间，没有什么秩序可言。你看这么多人，我上去。开始挤了。我靠，我近一点哦，抓紧我。为什么不像飞机一样可以这样子一排排队？差不多，也是一股脑全部挤进去，好多人哦。他们不会类似说，你说几号车几号车？没有，自己想办法找，抓住我。好。我的脚都被无数行李箱碾过。现在是一个完全不用动就会被往前推的状态，不想前进都不行，一整个就是被人群推着走。第三月台要刷到成都，长的火车超长，我们几车？11车嘛。对。还好啊，里面火车站很大啦，所以不会挤啊。哦，还好，里面那个空间够大。上车之前还会再验票。对，就是先走到我们的车厢。对。然后每个车厢都有车长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每个车厢都会有车长帮你验票。11车在前面啊，应该不用挤，感觉还好。有没有前面有那个小姐？嗯。有没有每一个车厢都会站一个小姐验票。好了，我们要上车喽，准备上车。台湾。好了，这里就是青藏铁路的车厢喽。它是一个走道，然后房间。哎，第一个就是吗？我们是几号？11车。它怎么分？就这个，一二三四。对啊，我们就这个啊，就这间啊。啊，你先进去。好。这就是青藏铁路开箱。我们这个是软卧，有分上下铺。对。然后。很舒适啊。好，你看它每个车厢还有附那个水壶，然后我记得还有充电的，在这里有没有？有充电孔。对，这只有软卧才有，所以大家都抢软卧。然后呢，软卧才有门，可以关门。硬卧是没有门的。然后这里有供氧口，你看，打开，你把它打开。这里啊。这里有一个紧急供氧出口，这个是你很严重的时候再去跟那个服务人员说，其实你车子已经有24小时供氧了。哎，票放好了。哦，北单。那我们行李呢？行李可以放椅子下面这里，也可以放上面，这里有个洞，这里上面应该蛮脏的。其实放在下面比较方便啊，除非挤不下。可是我记得是还蛮大的。对，放不下再去放上面。可以。对，可以。好啦，终于上车了。那要去上铺看一下吗？上铺要用这个。这个要把它搬起来，你就可以上去了。上铺有书架，然后可以挂东西的钩子，然后这边就是开关。什么东西开关？哎呦，频道哎，这是影视控制器，可以看电视哦。看
气够满了，我上次开是不能看。今天吗？哎呀。再去购买这个。棉被来一个给我。棉被一个给你。应该还没开动，应该还不行。不行。它就音量跟频道控制，然后电影，然后上面一样会有个那个紧急供氧口，然后灯，对灯，还有灯，对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边火车上会有热水，热水可以泡面啊。然后厕所在这里。厕所现在有人，等一下来看。然后这边有热水桶。然后这边走到有椅子可以坐。可以坐。接下来了。要离开拉萨喽。然后呢，他会先来把车票收走，放这个列车卧铺牌，然后还会给你发一张旅客健康登记卡，怕你那个半路挂在车上，因为他这边可能有一段会超过5000米啊。对，你写吧，就很奇怪。然后你要下车前，他再把它换回车票给你，真啰嗦。还有饮食时间到了，这是属于甘口美吧？吃的就要吃的，嗯，在火车上就是要一直吃零食，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不然不知道干嘛。嗯，现在是已经出发了，然后等一下到比较高原的地方再拍给大家看。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厕所有人吗？无人啊。无人，看一下厕所，厕所哎、欸、不错哦，现在有马桶了耶。之前没马桶吗？之前一个洞而已。还不错，现在那个青藏铁路的厕所有进步哦，跟5年前来的不一样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那个餐车看一下，走了走了，走快一点。他走到这边就是有椅子可以翻下来。然后这个就是洗手台。就是刷牙的地方，刷牙的地方，对，算 OK 啦，我觉得。对啊，还可以。哦，餐车，餐车，这里就是餐车，看一下啊，还不错，只是没什么生意。看一下，看一下菜单，你把它拍下来啦，菜单拍下，等一下回去看。其实在这边吃饭也是蛮有感觉的哦。哇，生意不是很好呢哦。太长关系。嗯，所以这边就是可以在这边吃饭这样子。嗯，我们今天第一天啊，我们先回去吃便当。好，走走走。给外送套餐。真的哦。对啊，好，然后这边有个小吧台。小吧台。舒适。舒适。那个火车车头嘞，真的，我等下过去拍。好亮好亮！现在在那个青藏铁路上面看夕阳。超多牦牛，不好养啊！一点黑黑的那个，全部都是牦牛。
现在那个吃便当。吃便当时间。之前我5年前的时候，他的餐车是可以选菜的。选菜两种菜。对，他有不同的菜可以选，可是他今天可能比较急吧，他就全部都是统一的。看起来蛮好吃的啊。就是两荤两素，30块人民币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吃吗？不会啊，便当这边是 OK 吧？是什么？不什么肉，吃不出来，鸡肉这样子。鸡肉还好，不会很辣，这个高汤好吃的。好，高什么蛋？两巴里。高汤会辣的，辣椒，我要超辣的。所以你觉得怎么样？赞赞，我觉得算，我觉得算收手。收手，嗯，来我来夹块嘛。这个是卤肉吗？对，卤肉。嗯。不要炒辣椒，我觉得。因为我现在很饿。你饿？不错啊，可以。因为你现在很饿啊。不会很辣。刚炒辣椒。嗯，还蛮好吃的。它这好像是一个食物，这个是鸡肉，然后那个包什么肉？好像是鸡肉吧。都是鸡肉啊，两个是一样的啊。一个猪肉啊。嗯。啊、哦。对啊，应该一个是鸡肉，一个不是鸡肉。可是我们两个都是鸡肉啊。真的、啊。哦，被坑啊！要坑的人赶快来。对啊，这两个根本一样的，好不好？就你对长辈都是一样的肉啊。这样不行哦，这样随便装。这样不行哦，一边吃饭一边看猫女哦，外面猫女。好、哦，不错哦。不错体验哦，不错，第一次听到比如说吃饭配牦牛，吃饭配牦牛，我觉得便当来说算不错了，赞赞。但是我觉得你之前说可以选菜，我觉得比较好。Hello， 你的青藏铁路便当初体验感觉如何？他车速很慢，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吃，然后又看牦牛，看牦牛。哎、欸，那个是藏獒啊，不是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哦是哦。好像是藏獒这样子。结论。结论就是我期待会，我们想要去餐车上吃吃看。就一样的菜啊。一样的菜嘛。餐车上一样的菜，只是他说他是点合菜。合菜这样子。一盘一盘的，一盘一盘然后一碗饭这样子配饭吃，哦、有牦牛牦牛。好多牦牛。吃饭配牦牛，天色有点暗了。好啦，那就这样，便当。吃便当吗？你虚张要怎么知道那个高度呢？你看你的面包就知道了。看我们的机器里的巧克力也蓬起来，蓬起来那一口，蓬起来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不知道你现在多高，你看你的面包就知道多高。就知道爬多高了。这个一定很高啊，很硬。这个应该有，哇，下应该有。现在4000多油了。哎、欸，很硬哎。现在破掉吗？不会，它不会破掉。